ドウバース。それは始まりにして終わり、光と闇が重なり合う時、運命はその姿を表す。無くなる者よ、覚悟せよ。歩むべき道は二つに一つ。希望に準じるか、絶望に従うか。決断の日には吹き抜ける風さえ分かたれて、あるいは純白、あるいは漆黒へと塗り変わる。慈愛の笑み、厳かなる眼光、相克する意志は相入れぬ定めとなり、騒乱の幕が切って落とされる。今、選択の時は来た。輝きの果て、深淵の最中で、君だけの運命をつかみ取れ。シャドウバース新カードパック、ドーンブレイクナイトエッジ、起源の光、終焉の闇、選ぶのは君だ。好了，欢迎收看本周的《暗影战情室》。那我依然是今天的主持人蛋蛋，我是今天的暗影诸葛亮包子啊。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看今天的那个后面的背景啊，特别的不一样，特别有点像那时候三国在摆弄桌上的战术图。我们在战术。对，这个是我们要东征还是西讨这样子哇。你看，特别有感觉。还有这种操作是吗？没有错，对。那其实今天也是因为早上的比赛的部分，所以我们的节目延后半小时这样。对，今天因为我们有这个日本 Rage 大赛的部分，那因为 Rage 大赛部分我们要赶场过来。那我们今天节目是由原本九点变成九点半开播，那下周依然会维持九点开播，所以请大家如果还要收看，下周记得准时九点来收看。好，那其实今天也有很多很多的新卡。要节目来超多超级多，一样是截至这个上礼拜到这礼拜的新卡，对，我们要一次把它讲完。好多，那因为这一次要一次把它讲完，我们两个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特别来宾，特别来宾当助手，来宾当助手，小助手，小护士，好，会坐你旁边哦，可以，没事，好啊，好了，那其实今天卡牌很多，那还有一些我们春季赛的，对，等一下我们主要会围绕在我们新情报，就是春季赛部分来做讲解。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的最新情报吧。好的，那我们最新情报第一则是我们 STO 春季总决赛，也就是我们3月24号礼拜六，就这礼拜六，会在这个。松山区打的这个总决赛哦，那详细的地址可以到官方的粉丝专页去做搜寻哦。那我们这边有先看到当天会来到我们比赛现场的 coser 名单哦。对，那有我们的唐唐亚里斯，他是扮演亚里莎，有我们的咪菲杨亮是扮演我们巫师的伊莎贝尔，然后还有我们的杨哲，那是扮演我们的艾丽卡。还有我们葵葵儿扮演我们的伊丽丝，本本扮演我们的哇次元魔女陶乐斯，陶乐斯，次元魔女陶乐斯。还有其实我这里面就是如果只看这六张图，我觉得这一张还原度是最高的。你说茉莉花的奥兹国大魔女，对，我还蛮喜欢这张大魔女，感觉还原度挺高的。对，但是这里面其实我一直很喜欢，我最喜欢是伊莎贝尔。我知道，我最喜欢那边的。对，我最喜欢。我知道。喜欢，喜欢。好，你这是直接节目告白吗？没有，没事。好，反正就是有，到时候当天如果有到现场，都可以看到这六位 coser， 那也可以在现场跟他们拍照打卡哦。好的，那么下一则情报是我们这个会场的限定帽T。有，就这件，就这件。然后当时因为这套其实只有实况组跟三位选手有。总共好像八件还九件左右，对。然后其实那时候蛮多观众在问说，这件有没有对，会不会卖？会不会卖？对。那大家就认了，这个我们暗影四章在这个总决赛会卖这件帽 T， 对。那好像也是限量的，对。而且穿起来其实感觉非常质感还不错，然后还蛮保暖。然后大家就当天可以去做这个限量购买，那想学我们装逼吗？买一件就对了，哇，买一件就对了，连拉个领口特装逼啊！我们后面有这个名字啊，对啊，没关系，买回去自己秀，那个立可白，立可白自己画，对不对？对，对，画上去丢，立可白还有那个厚度，哇，
不过我厉害还好的是哦，这个我们有一个我们朋友叫快乐阿法啊，他有眼尖的这个发现到这件外套有个地方跟我们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就是我们的那个外套这边，这里面颜色不一样。哦，对对对，有没有注意到？对 对, 對，有，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区分的。我、突然觉得这件我的价值啊，没有掉。可是我之前也蛮想要这一件。我如果我自己去会场，我会买一件，就两件。你没空啊，你要播比赛了。我来请我家的猫帮我买。你又是你家的猫？对，我家会帮你打牌，会帮你洗衣服，会帮你煮饭，对，还会帮你买衣服。你知道那一只猫叫什么吗？叫什么？哆啦 A 梦。哆啦 A 梦。对，什么都会。什么时候可以借我竹蜻蜓啊？不要，你这个胖虎走开！什么公孙小啊？好了，那有这件现场的限量帽 T 可以去做购买。好 的，那下一则消息是可以预测我们的冠军，然后会分别抽出三位玩家来获得我们这个露娜抱枕。哇，这个月你知道我是什么吗？什么？圣光奶啊！这个就我的啦。好，不然就在这里开始。我回家要经过统计计算，拔草测风向。对不对？当初那个诸葛亮要观天象，然后还只欠东风。我们不只要观天象统计，我们还要以天来做计算。所以今天等一下不适合你。我记得刚刚你在主播台跟我说的不是这样的、你说你要回去看你的水晶球啊。水晶球，对，你刚刚说要看水晶球，怎么会变成观天文？看多重的确认，double check，要把这个名牌完完全全的分享给大家。是的，完全不能出任跟着我，跟着我就对了。像今天我的预测10包带回家，那这个抱枕就让你们带回家。好，那如果大家还愿意相信我们毒奶包的啊，记得可以随时锁定的时光台，听他到底奶了谁。是的，好，听他到底奶了谁。好的，那么还有下一则留言是当天其实每一次比赛在当天都会有蛮多的活动可以集结。是的像是什么 2pick 对战，或者是两人对战、四人对战都有。那这个应该也是用集点的方式，就是去参加活动集点的方式可以到现场，会有那个扭蛋机。因为我记得去年 TWB 也有對现场的扭蛋机，然后可以去扭蛋，然后会扭出奖品，就可以换到现在我们画面上看到的这些，有指尖陀螺、徽章组、笔记本，然后造型圆珠笔，还有胸针组、束口袋还有这个金属吊饰以及 IC 卡夹，还有我们的叮当天使的玉手，是，还有这个我们的一个背包，还有我们主战者贴纸，对，其实奖品非常丰富。我超级想要指尖陀螺，边转这样，然后边打牌，哇，装逼无限，还有那个水晶吊饰，要赢的时候开始，king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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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g， 哇。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你完全就是 Shadowverse 里面主宰你的 Shadowverse 啊，是这样吗？对，还有这种操作，真的有。好，对，那当天有兴趣也可以到现场参加活动，然后来换我们这个扭蛋奖品哦。好的，接着下一则消息是我们最重要春季哇，你不要笑，最重要就是我们春季总决赛的四位选手的对战组合已经公布了。是，那第一轮的对战组合会有我们 Jimmy 选手来对上我们的 Little Death 选手，就是我们俗称红死选手，那他们是一个对战组合。那第二组的对战组合是我们的这个 Mr. Mist， 就是我们的小兰来对上我们的 Night Force ND。对，那选出来的冠军，胜出的人会打冠军赛输不小心输的会去打败部，没错，不是败部啊，不好意思，就是祭奠军，对，祭奠军。今天讲太多话，有点语无伦次。我看到这张照片，我就一直想到今天那个 Rage 的那个照片，左二超像小兰，如果有人不懂我现在梗，你们马上回去复习这个 Rage 杯那个八位选手，对，左二跟我们的现在右二，你给他加上眼镜。87%像，真的87%像，我以为对不对？87%超像的，真的超像的，超级像的，真的。好，反正就是到时候的对战组合会是由这四位选手，那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到场支持哦。好的，那么这就是我们 STO 春季总决赛的部分。那再跟各位最后叙述一次，会在我们的3月24号礼拜六礼拜六，也就是这礼拜六会在我们的松山区做这个总决赛。那现场是开放免费入场的，那详情的地址以及详情的资讯可以到我们的爱你诗章官方粉丝专页去做查看哦。好的，下一则消息也就是我们每一周都有在介绍的无限少年。那无限少年第24期也是如期的发布了，那也是免费试阅一个月，那它的下架日期会在这个4月15号的时候下架。是，所以如果要去看这5部漫画，
亚历山大决斗十章，碧蓝幻想、成群结队、西班学员、两人的独白以及偶像盛宴的，记得啊、可以去网站做收看哦，都是免费试阅的。是的，好的啊。今天重头戏的第一个，也就是我们的新卡讲解、新卡讲解，把上一周，我们上一周礼拜三嘛、有讲解上上周的东西，那这一周我们要从上一周礼拜四到今天的所有新卡，我们要全部再run一轮，总共有几张？56张，58张哦，58张，对，58张的新卡。我们两个人真的太累，你看，如果我们平分一个人24张，还是太多了，太多了。所以，我们今天请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重量直接把这个三剑客凑了出来。那我们今天要宣布他的出场，我们要学今天，对，我们要学剑 Rage 杯，对，来，大家有没有看？来，我们一起来欢迎忍杀。为什么？干冰喷啊喷喷啊喷啊喷！哎、你的名字没有被照到了？有没有啊？没有没有。好的，蹲下，还要蹲下，蹲下。好 low 啊！好 low 啊！啊，坐着坐着坐冰的。好了，欢迎我们的啊忍杀来参加我们的啊这个暗影战情室的节目啊。第一次来啊？是，真的是第一次来啊！啊，这个三甲不三剑客齐聚一堂。对，三剑客齐聚一堂。可以厕所。扑克骑士召集令，三只、啊、哦，你是中间的守护，我是守护，还疾驰疾驰必杀啊 ！OK， 合理。好，那等等，马上就直接进哦，图片已经出来，马上进我们的新卡讲解。好，那我们第一张要看的是我们蛋塔人哦，非常可爱的一张卡，蛋塔人中立职业牌。那本身是一个222的体质，那他进化前没有效果，进化后时会随机使一个敌方的从者回到敌方的手牌中。那他进化是亏体质，原本是22，进化还是22，所以这一张卡你们怎么看呢？我先问冷夏这边好了。我觉得这张卡主要是。他只有回虫子啊，但是他对护肤方面就没有什么太，所以其实我现在看起来也只有针对像美女野兽、我现在最讨厌那张卡、所以我第一眼看到他就只有想他，其他没有什么太会想要去针对，所以会是一张针对牌的感觉。对，他这张卡是在用在你的受到大量 buff， 就你这样很重要的关键卡，我帮你回到手上。对对、比方说陶乐斯好了，你降费下来弹回去，重冲。对，那然后还有蛋塔人，他真的长得超级可爱。他会是新的，像满月先生，像那个蛋先生。每一季都会有一个。对，现在要这个蛋塔人，蛋塔人他那个脸真的是很有那个，很有喜感。到时候我跟你讲，你好像哦，再一次特写，你好像。到时候应该把你的那个脸P在上面。真的，我跟你讲，这个绝对爆红，这个绝对爆红。真的好想把你的脸贴到上面。对，你不能、啊、现在已经有一些网友把任何的图片，什么美女野兽、什么货流巨蛇啊，什么，全部都 P 上他的脸，然后什么血红之月，全部都放他脸，真的超级帅的、哦，真的超像。好，所以这张应该就是会对应一个环境去做使用的针对卡嘛。对，是了解。好的，那么下一张。是我们的秩序女武神，是我们也是我们中立牌。那22的体质，入场取爆能强化5，获得+2+2的效果。那爆能强化80，会额外获得+3+3。所以他在5被打的时候是544。对。那爆能强化8的时候是877。八没有，它是额外，就跟所以在发一波卡，所以是877。那544是亏体质的，那877也是亏体质的，877，所以它算是灵活的一张卡，算是打节奏的啊，节奏牌组会去需要的。它在二可以当一个不亏体质，但从五跟八之后就会开始亏体质，它比较类似一些二P牌组，对，算是了解。好，那么下一张是我们的天罚哦，中立牌，中立的五费法术天罚，破坏一个攻击最高的敌方从者，如果攻击最高的从者为负数时，则会随机在其中选择一个。那爆能强化8，给予敌方的主战者3点伤害。其实这张牌一出来的时候，大家会想到的是一个弱化版本的殒命之物。对，那你们怎么看这张牌的？很简单，巫师一直在说哦，没有殒命，给你一张啦。但是缺点是，有人会说是那个破魔术士，那破魔术士他会爆能强化5，是会被
是奥兹刚好爆能五会卡住，嗯哼，对，可是这个是可以搭奥兹，可以搭，只是你不能爆能熊花，不能爆打到那三点，对对对对 对, 對，但它就是一个一费，如果搭奥兹一费解牌，对，它基本上在五费就是很一般的这种就是直接单解，是，但是它可以解到潜行从者，是对是，所以它会去比较比起其他那种单解来讲更好一点的选择，没有错，而且在爆强化八，它还能够再对主安全造成三点，所以在那种比较偏节奏型的，或者这种偏快的，也有机会去用到它。在云命之舞没有的话，还是会去是的，对，是，所以它是有机会哦纳入构筑的一张五倍法术牌，有可能，有可能、哦、有机会。好的，那么下一张是我们的天界的尖兵，也是我们中立的职业牌。二的体质进化时，使一个生命值为一的敌方从者消失。一哦，一就是比较针对死灵的部分。那莉莉耶尔他也可以打一，就是我们先不要管下一个版本有没有这个指定跟限制，会不会限制住？我们先以莉莉耶尔做比较，莉莉耶尔进化也是打一，可是莉莉耶尔可以打先打一，然后你剩两血，我再做其他的手段，是再去解你。那这一个就是。直接消灭就是比较针对死灵，你一血，然后我直接让你消失，连木都没有。对，主要是就是比较算是有点替代摄影天使的感觉，跟莉莉尔的一些 combo， 而且对，我觉得精灵比较会常需要，因为精灵在后面之后有一些法术还是能够直接把对方的血量直接变成一血。哎、欸，对对对对，直接搭这个 combo 直接做。我把你美女的时候变一血直接消失，哇、哦，你失血也没有用，漂亮没有用，这个漂亮合理，嗯。好的，那么下一张是我们的马尔杜克，中立的职业牌，那它是一个红卡等级777的体质，入场去给予自己的主战者无法使用自己手牌中的从者卡，每当自己使用法术卡时抽取一张卡，以及每当自己使用护符时给予敌方的主战者两点伤害的效果。这个能力在这个从者离场时失效。那其实哦，我第一眼看到这张牌觉得有点难用，嗯、因为它是它离开战场，它就没有效果。是，那你七假设我们七费牌，那其实你下一张被解的几率很大。就算你八费九费牌，你被解的几率也是很大。没错。所以其实这张牌，所以以目前来说，好像搭配性不太够。所以我有在想一个东西。哦、uh-huh、哈，马尔杜克。然后火焰粉丝耶、yeah, 做到了，然后也不知道要干嘛，然后你抽了三张卡，然后就没有然后了、uh-huh. 再看看而且应该说Shadow Force 现在零费的这种牌对会降费，对出的不够，对，因为其实最近像这一弹卡包有给大家最喜欢的那个仆从的礼物嘛，是，其实现在零费牌有渐渐开始变多的趋势，那或许在这个版本它不是一个有用的搭配，但如果未来还有继续出这种零费牌，这张牌会是有机会来的，对，有一张新卡就是后面会提到的、嗯、它其实有机会能够把对方的效果就是从者效果封印住，对，可以让这个效果一直持续，是的，即使你的从者离场，但是能不能可是能不能实用也是要在改版后我们才能知道，对，但是它有一个能力叫做无法使用自己手牌中的从者，所以说你就再也不能打怪了，再也不能下怪了，这个副作用还蛮严重的，对，这个还蛮严重的，对，那就都打法术，那巫师会是比较喜欢，巫师有机会，巫师或者是那个精灵，然后有大量的法术，然后因为像是那个世界树可以拿到零费的法术，是，对，那可能可以做一些搭配，了解，有可能，对，好的，那么下一张牌是我们的精灵战将，也就是我们精灵的牌哦。434的体质啊、本身自带一个守护，入场去增加一张妖精道卡牌手中，那就是一的妖精嘛。对对，那这张卡这个守护其实对于这个精灵来说好像不是这么必要。精灵的四费的节奏不会有这个节奏，不会比较不会有，对，而且有我们的。那个阿利亚有我们的精灵公主阿利亚，而且就算要守护四费的话，也有那个精灵管家，嗯，基本上比较不会选用这一张，对，所以这张可能之后在二 P 的发挥，看他怎么发挥吧。是的，了解。好的，下一张牌是我们世界树的仆从，也是我们精灵，对，哦，不好意思，魔界树的仆从，魔界树的仆从也是我们精灵的职业牌，22的体质，攻击时如果对从者进行攻击。则会使目标从者于下个回合无法进行攻击，就有一个封锁他攻击的概念。嗯，
这个效果其实也不太好用。对，因为其实你进化四次之后去撞完，是你基本上你会进化它四次去撞，就表示它就会把它换掉，就把对对。除了美女野兽可能会被限制住之外，可是你在假设它六费先手拍美女野兽，对、啊、后手六费拍这个进化撞美女野兽，所以这个也很奇怪。其实比较好，而且它这个是对从者的攻击，所以别人打你没有关系，所以它是攻击时最好是交战。是、嗯、最好的是交战，卡就是不错。嗯，交战可能就会用到，對交战就还不赖。对，所以他还是去当树的仆从就好了，就还是乖乖当人家的手下，还是乖乖当小弟好了，就手下败将，你乖乖去雇树就好了。是的，合理。好的，那么下一张牌，下一张牌是我们的蚱蜢指挥家，也是我们精灵的职业牌，三二一的体质，入场取随机将一张攻击力为 X 的从者卡。由自己的牌堆抽取到手牌中 ，X 为本回合中已使用卡牌的已使用的卡片张数，包含这张卡哦，就是说，假设你连级二，你就可以拉攻击力为二的从者卡。这张蛮有趣的哦，我就打他，我就只会拉一的。王者巨像，对，就上来了。然后，但是你不想要拉到，你不想要王者巨像拉在手上，啊、是一，然后这个那个二一昆虫网。是不是？哎、欸，对，哎、欸，这样拿昆虫网不错，还有拿那个水妖精，其实也不赖。可以。对，这张算是之后我预测这张卡，虽然它体质有点不太好，三二二还 OK， 三二一有点真的不好，但是它有可能会是妖精的构筑出现，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在快攻妖精，对，或许有机会。这种检索通常都会有人做使用。对，检索是一个卡牌游戏非常强的地方。基本上可能就是配到是非旋律的节奏，少了一个一这样，我帮你拉个水妖精或者什么的，做一个一二。没错，可是他的体质是个硬伤，所以之后还是要看他们的构筑的考虑。对，了解。好的，那么下一张卡牌是我们一样精灵的职业牌，迅速的巨狼啊，五四四的迅速了，迅速，你们迅速，我刚刚舌头打结，迅速，你速怎么啦？迅速的巨狼啊，五四四的体质，每当自己使用其他从者卡时，给予该从者疾驰的效果，并使这个从者返回手牌。哈，一个字强，你们一直在说的一种 OTK， 这一次总有了吧？有了，真的有了吧？有机会。可是其实要做起来有点需要一点有一只叫自首，有一只叫什么尼克多还是什么，就是无法被指定的，哎呀不像他、尼克斯332尼克斯迅速你的中文啊、迅速对啊迅速然后尼克斯啊，可是他会回到手上，对啊这个可能要做魔海的搭配。魔海的来，你先用禁制世界把它刷成这个白羊，刷成中立，然后魔海迅速，然后异种。其实也不用，你魔海然后迅速，然后再带一个中立轴的生物就好。对啊，其实中立轴不用特别去做禁制啦。哎呦，你就带一个中立轴生物，因为它不是指定精灵从者，它是从者而已。哎、欸，这一张我跟你讲，绝对有搞头，是有搞头。我就直接讲一个五四四，它体质又不亏。我一下没有下去啦，我一下飞下去就直接冲完我还会回手。无谋冲下去，我还会直接死掉。这张超强的，我的伊莎菲尔下去，我还会回手。他就很像，就是一个，他就是五费的无谋啦。对，但是他会被截掉。对，他只能做一套。对，可是我真的强，真的强。强，谁在跟你用白狼？谁在跟你用白狼也准备要对啊对啊。没有，白狼跑得很快，跑一跑就变这个了。对，迅速的巨狼，跑，然后就跑到变这只了。对，一直跑，然后跑到其他的都可以跟着他一起跑，这样时速80，然后60、50，然后就变五费了啊。合理吧？好，所以你们两个裤子都放在这了，我直接放。这我跟你讲，这张我很喜欢，很喜欢。你们可以不要，你们两个我们家的月月，你们可以不要这张脱裤子吗？我很怕哎、欸。这个我很喜欢，反正你也看光了。反正也是啊，也是啊。哎呀，你这句话我就恍然大悟了。是，反正你也看光了。好啦，好的，那我们来进下一张卡哦，是我一样是我们精灵职业牌呢，是我们的精灵的红卡。哦，包子，中文，白中圣元，好像你哦，你是丑的都像你，超像，再 P 一个，再 P 一张，没有啦，哎、欸，我们人类都是由我们猿人演化出来的、啊，也是啦，也是啦，好啦，那么六物的体质自带一个守护。自己的回合中，这个从者攻击力或生命力，生命值因能力而获得加效果时，
则会使这个虫子进化，那这虫子进化中获得一个鸡翅的效果。鸡翅哦，太棒了！但是费用有点高，六项对，它费用真的有点高。它的效果应该比较难触发，因为现在目前的新卡来讲，没有什么可以刚好可以跟它搭上节奏。对，所以这张基本上应该是自动自己进化，然后直接鸡翅。还有一个树人长老。221给予我们的生物加一攻，然后还变65，然后带鸡翅树人长老，但是比较就是等于你要八倍成做啊，对，所以比较难，所以我说它费用太高了，对，费用太高。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叫做这个心率的加护，但是你要整回合结束才能加，哎、我进化了，然后结束了进化，然后可以动喽，可是换对面了，那跟下一阵在动有什么差吗？然后还有就多一攻，对，然后缺点就是它进化不会变体质。对，这个比较，如果他进化变66，亏一点体质、啊。有啦，那个之前介绍过的那个奈尔香，会拿到一张零费加一加一嘛？对，对对对，那个也可以，是直接搭这个，对，也可以，直接六费六加零，666集天使的盛装哦，天使盛装，对对对。红绿巨蜥退掉了吗？红绿巨蜥还没有。那快攻可以搭这个啊，五费蹲，然后六费撞，七费再蹲夜宵。哎呦！不蹲爆你！不，你五费蹲，你六费再撞这个，应该头都飞了。你说对面的我六费就直接那个妖精十一，我就直接妖精十一者加那个喽。不过其实讲实在，这个比妖精十一者打得痛。对，他打5，妖精十一者带两张小妖精打四，然后再加可是要进化点，你要带进化点才打六。打六，而且他本身还带一个守护，我就你不怕被人家打。我觉得还行，我觉得这张不错，这张不错，你可以保一个红灵巨蜥。我觉得这张不错，这张不错，好的，那么下一张牌。我们的皇家护卫的职业牌是我们的武士宗师，323的体质入场取爆能强化6，获得加二加的效果。这个虫者在一个回合当中可以进行2次的攻击啊，所以我们想成它是一张六费牌的话是645，然后可以打2次，那再加上进化点会变667，所以它很有机遇换2次之后站在场上。可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好。我觉得对，但三费的位置没有他了。对对，下因为几乎啦，太强。皇家现在抽卡真的好多太强。是，而且今天又有一张，就 Rage 的时候又公布一张三费。我们以引领的蜜饯师来看，其实就比他优秀很多。对，我们可以先换，虽然我们不能打2次，但我换完我们一个必杀在那边，你如果来换我也是2次。对对对，没有错。对啊，是差不了多少。所以，我可以八费那个爆能强化6吨。下去，然后刺客隐形。那你为什么不用老爷爷老奶奶？对，这个比较痛、啊。你要打两下、啊，这个比较痛啊。你老爷爷奶奶打2+2，你说你八费做？对啊，我八费做啊。然后我九费看起来跟阿尔贝尔87%像、啊。哦，合理，是不是？可以。没有这个潜下去，然后咒者。唰唰打16下，还拿双刀，双刀打16下，你看厉害吧？六点嘛，6点2×12。再奏一次奏者18，好，那个没有，这应该只会发。唐先帮我记得实况没完，这个拖下去斩了。对，这个这一定拖。武器宗师嘛，皇家宗师嘛，就找这个。宗师皇，这就先宗师皇，先记起来这个。宗师皇，我就做，我就八费6+2蹲。你就玩、我们看有几分，我们看有几分，你裤子也放在这里，几分可以送了，对。然后我九倍，我再7+2再蹲一次，我下一次10倍斩稳。OK， 我觉得可以， okay, 我觉得可以。我们记起来，好吧？3月29号就看你玩。武士宗师帮我记着，先记着来，帮我记着，下一次帮我记着。29号，快，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铜卡很好抽，铜卡可以，一定抽20几张了，没问题。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皇家的下一张卡。那是我们的皇家士兵白熊圣骑士22的体质，自带一个守护入场去爆能强化5，获得+2+2的效果。我跟你讲，终于抽一张。那时候他才跟我说什么亚瑟皇都没有22守护，是不是？对啊，出了啊，超啊，强啊，我已经超强啊，没有理由不放。真不是白熊熊，认真讲，真的超强，真的没有理由不放，而且他又很可爱。然后今天出的新卡，然后就我跟你讲，亚瑟王为什么不是今天出的新卡够强了？再加上这个起飞，没有这个爆能强化，我们可以直接忽略不看。老实说，老实说这个222守护真的绝对是强。很多人会觉得就一个222守护，对于一个没玩皇家的人来讲，会觉得222守护没什么。对但
这个二二守护搭配上亚瑟皇拉出来差很多，因为你进化过后的东西会被它保住，这个超强，而且保住之后你又会怕说那只老鼠那些坚韧次数长更大，所以你会不知道你要捡哪一只。还怀念无限制的力战的长枪兵吗？对，就是这个，真的是好怀念，我好想要有个二二守护站在那，你为什么都不给我？哦，我突然觉得完了。皇家要飞了吗？要飞了，要飞了吗？而且还有一只二一三手，哎、二一三潜行蹲在那，拉着啪一排，全部都是优质生物，优质生物，而且三血啊，沙拉曼达在吐啊，在吐啊，你在吐啊，是不是？哇，我突然觉得，是那时候我们就说过，亚瑟皇是一张很强又很，他绝对是后续，他是会随着二飞的生物涨幅的一张卡，你二飞越强，他就越强，这张卡绝对是纳皇家构筑，没有。第二句话，对，一定放，认真一定放，认真。好了，那我们来看下一张牌，好累哦。那我们来看下一张牌，皇家的四费护符哦，好久不见，你终于又有护符了呢。是啊、哦，我们的这个战线成壁啊，倒数三，敌方的回合结束时会召唤一个重装骑士到场上。入场曲如果敌方战场上的重者数多于自己战场上的重者数，则会召唤一个重装骑士。好哦，这个好玩，这个好玩。嗯，你知道什么吗？为什么啊？藏宝图拿那个骑士王的威望，然后四费打这个五费威望，然后出来的一攻的重装，哦，鸡翅，漂亮！早就先爆了。那你如果藏宝图拿到的不是骑士威望，对啊，没有，我只想交完而已。左上来，藏宝图陈碧华，这个不是我的。赶快自己说的藏宝皇，自己说的自己负责。哦哦，没有，我一定不会抽到，我已经全部分掉。没有，皇家权威最近转变成另外一位了。我换人了，是。最近是那个范哦。哦哦哦，所以你不是你了，所以好啦啊，所以刚刚那个也给他玩了。哎、欸，甩锅大成功，甩锅大成功，耶、yeah, 啊！啊，好了，我们先只论他的效果，单卡的效果是。普通，我觉得不强，也不会纳。应该说，现在的皇家体系不会纳他。四费你不会，四费的杰诺的那些太优。老实讲，真的不好说。当时我们很小看的那张二费那个铁臂，对，我们也小看他，但曾经他一度崛起。可是，重点还有一个，因为战线他会卡场，是，但是铁臂也会卡场。可是他在进化回合要打，所以比较没有先手四费打，哦，对不对？你可以不用放到满。对，放个二。老实讲，这种牌我都看着，搞不好有一天突然涨。它是它放，而且它是放下去的时候，你的回合你会有一个可以动的一个一一守护。对，因为是别人的回合结束先出来，敌方回合出来，所以它是可以动。轮到我是可以动，类似那个毒神之墓的那种感觉。哦，对对，类似，但比较烂一点。嗯，打九一而已。对，哎，这张牌，哎，快攻是非先手也是一个资源，岩将，然后成壁。哦，生出来的会变一二，不一三哦，一三对一三，然后脚掌二三，哦，合理，搞不好有一天他就跟这个铁臂一样，有可能起飞，好不好？我们静观其变，起飞来，静观其变，慢慢看。下一张牌是我们啊巫师的牌了，我们预知魔女二一二的体质。入场曲随机将一张法术卡由自己的牌堆抽取到手牌中。哦，这个我觉得强，可以。我觉得在法术法应该会有，就类似充能嘛，就是互相充，或者是你要打什么那个玛纳利亚的始祖，加上这种法术法，它会是一个。对，我对，就是其实就像前面讲，你能够绿到牌的、检索牌的都很强。对，我就问你，龙人召唤师是拉龙族从者，你会觉得哦蛮强的。那这个他就是拉我要的法术。对啊，我们巫师要的就是法术。对，巫师其实有一张二二，他比巴丰特跟那个龙人召唤师都还要强，但是他是中立走。但他今天出一个就是法师用的，我不走中立走，我一样二费能够拉。这个就强了，这比路强多了。对，这个卡面也很强哦。对，卡面同意啊，这个视角不错啊，聊天室赶快刷一波耳男啊。好，那下一张是我们的兽面魔法师，依然是我们的巫师职业牌。二二的体质，交战时增加一张土之魔片到手牌中。土之魔片就是我们的一费土，这个强，这个强，这个厉害。而且白银土会需要它，我二费二二，我先光它裸拍我就可以拿一张，基本上交战一定拿。你如果在进化可以拿两张，而且先手很强，先手二二先去交换你一费的生物，对，你的死灵，对对，死灵再跟我交换，我再拿一张。然后土片后面就可以用那个白银剑锯下，而且土片基本上你可以去挑一些，因为之前是为了要
给白银图，所以你会需要很多很多生产图片的，所以你就拉很多图片，所以有时候会卡到自己图片爆掉。对，但是你有这张，其实基本上你就不太需要太多生图的东西了。对，没有错。对，反而能够加强结场。这张真的不错，这张真的不错，不错。好的，那么下一张牌是我们的马拉利亚龙术士，一样是雾色职业牌，二二的体质。那如果这张卡片在手牌中时，并且自己的 PP 剩余的 PP 数为六以上，则会使这张卡片你在使用这张卡片时，则会使其转变为命运抉择所指定的牌。那分别会拿到我们的马拉利亚白龙跟我们的马拉利亚黑龙。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我们的马拉利亚白龙吧。马拉利亚白龙是一张656的体质，入场取增加一张马拉利亚防御阵到手牌中，并且给予自己手牌中全部马拉利亚法术卡抽取一张牌的效果。哇，孔雀是你，孔雀。可是他的意思是我先拍一个622，然后拿一张656在手上。不是，他是命运抉择，哎、欸，对啊，对对对对，拿手上，对，然后再拍下去啊，嗯，所以你要分两段，两阶段，是命啊，哦，对，他前面是他是入场区，二二你是要六 PP 以上拍他，等于说你剩余的 PP 六以上，你拍一张222，你才有办法拿，所以你要没有错，所以这张他费用有一点，所以你最快要八费成八费，就是八费可能够做一个 combo， 哦，是。但你八费拿一张马拉利亚，而且它只限法术卡、哦，不然就是六费下。它只限法术卡，没马拉利亚的生物没有哦，所以不是那么的。我觉得它的效果太不符合它的太高费，对，除非这只白龙会被降费之类的，才有可能去做。费用有点太高，它所带给的效果不符合那个。不好意思，我想知道一下上一张牌的，我可以再借我看一下上一张牌吗？对。那我们看一下，将其转变为哦，没错，我刚刚记得没错，是转变为，并不是拿到手哦，所以是转变，所以是六倍直接，那还好，对，因为我就想说拿到手牌也太烂了吧，手牌也太，因为我刚刚记得，我明明就是讲转变，所以是转变，对，是转变啊，那就可以，那还好，那我觉得不错，那是转变没错，就是爆能强化的感觉。是，对，就是就是656，然后让自己的法术卡直接全部都变。是，所以他是自己是把自己变成龙的感觉。是的，对，他就是变龙，化龙使者啊。哦，我怎么听起来跟某部动漫有点像、啊？我其实看到白龙，我就觉得现在某部动漫的。哦，不好说。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既然白龙的效果是这样，那我们来看黑龙吧。哦，我们马拉利亚黑龙，煞气。665的体质，入场取增加一张马拉利亚魔弹到手牌中，给予自己手牌中的全部马拉利亚法术卡，给予敌方主战者一点伤害的效果。好痛哦！等一下，这一张卡有搞头。你拿一堆魔弹，然后他再给，就变成可以打两伤。然后马拉利亚始祖就打三张，我魔弹结怪，然后啪三张，魔弹下去解四血的，然后打三张，哇，好痛哦！而且重点是费用刚好五费马拉利亚，六费接这张，哎，对耶，哎，马拉利亚走好像起飞了，好像有搞头，有哎呦，旁边两位都说马拉利亚走起飞了，我知道了，哎，记得去玩啊。我一定玩啊，玩一定玩啊，玩没了我就五四皇，你们就这个马拉，一人选一个，好，一人选一个，来，那我们先记这两个先，没有这个先浪掉，后面还有我喜欢，我们先放着，我喜欢精灵的部分，没有，我先把这个放着，看等下谁捡来用，还用捡的、啊，你看这反正到时候分一分没有人捡来用嘛、啊，哦，对，是，看后面还有谁想到一个 combo 这样，合理，好的，那么下一张牌。下一张牌是我们的巫师的红卡，宿命宣读者露尼哦，423的体质，入场取增加一张命运抉择所指定的卡片到手牌中啊，攻击时会发动魔力征服哦，那他会拿到命运抉择卡片，分别是这个隐士的真言以及我们的负面预言哦。那我们直接来看第一张隐士的真言的效果吧，它是一张二费的红卡法术，抽取两张牌。如果这张卡片的魔力征服次数为五次以上，则会回复自己的 PP 两点。哦、oh. ，我觉得就是零，就等于是零费，等于是零费抽二啦。对，零费对对，但是他还是需要两 PP， 对，还是需要。其实他有点命运指引的感觉。是，对，他类似就是命运指引。命运指引 对, 對, 對，合理。那其实回复两 PP 不用看了，他就是一个二费抽二啊。二费抽二，因为你要再特别为了他再帮他冲个五次，然后再把它变成。累零费有点太对啊，
其实这个也都不是重点，反正我婆啊、嗯，我婆，你说这本书吗？哦、不是、哦、，OK， 大家记起来了，耶，这本书可以， yeah, 一人一认一个婆，耶、yeah, ，我的文档，拿书当婆也是，哦、不错好，那我们来看他另外一张命运抉择所拿到牌是这个十五费的红卡法术覆灭预言。这场对战中给予敌方的主战者自己的回合结束时给予自己的主战者7点伤害效果，就是假设我对你使用这张牌，你回合结束时就打7、嗯、对对，这张牌第一时间出来的时候大家有点觉得是不是一个限速器的感觉，对，就是 有点像那个卡拉波斯的感觉，就是我会让对手倒数、嗯应该这么讲，它有点像那个武士是那一只给予别人一个主战者一个自己会扣血的这种地方。对对对对对，夜梦的老婆嘛，夜梦老婆打七也算是很像撒旦那张打七吻机，是宣敌神的制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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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而且这样其实就很像就是你无限自由超越我指定系列，我有一个预言武士，对，但是其实这张牌我跟包子私底下讨论过，他最快因为他是四费那张红卡拿到，所以我们假设你都四费准时拿，其实你最快最快要做到这张牌大概也要7费8费，对，七费八费也很快、啊、可是你要想的是他今天是回合结束才打七，今天他不是回合开始打七，所以他可以我假设我被做的是效果，我可以这一turn all in，对，做完搞不好我就赢。这么讲好了，他有一个反制的空间，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四费才入手的超越，对，那超越当时18费在4费入手，如果你没有打到猫头，因为他要先打那一张才能拿到，所以他这回4费是不能打猫头鹰的，所以他5费才能开始充能，是，所以这张卡预计最快也要7、8费，那7、8费你在打这个，他是至少要打3回合，所以对手10费满血的话，对，对手10到11都可以斩你，是，那其实速度真的太慢，比起那种白狼这种控腰都还要慢、嗯，都还要慢一点点，对，那如果他再结合一些这种充能生物的牌。或者是像，因为目前充能生物最快应该就猫头鹰了。对，對，那所以比起那样子，我觉得巨兽奇美拉反而比它有一点破坏性、嗯。我有个问题，马纳利亚对有办法弄到这张牌？没有，它是给予主战者效果，效果跟马纳利亚没有关系，不关其他的增伤的，对，它就固定就骑，没有错。我那还是有，而且不是，应该这么说，我觉得它的重点是在于回合结束才会打这骑，所以你是有。反制就是反应空间超越，它是让你没有反应，我这一趟直接斩你，除非你刚好剩七结束，没有，对，这张卡是给予你主战者，你只有打七哦，你20血扣七，你还剩多少？13，你还要再扣，然后我再精灵女王再撑，再扣哦，再扣再扣，然后你都已经被太伤，要撞几回合，它让你有一个反制的空间在，就是我这一趟有机会 all in 打一波，我觉得不错啊，至少不是就是像超越突然就结束，就都跟你玩，然后砰砰砰砰。所以我觉得这张牌虽然有多少有限到一点数，但是我觉得我觉得不会是一个主或。我觉得会是主流，会玩，一定有这套，但是我觉得不会是一个他超强在天梯横行的一套，对对对，比较不会，因为这我怎么觉得会？这游戏有快攻，所以你在充能的途中，类似超越的问题，你必须面对的压力，可是导致于他能够打的是从者。他能够打冲的时候冲，他不是因为是啊限定的东西，是啊，可是我觉得他还是真的是比较没有那么快。下版本法师剩什么东西？几乎都退光了，几乎都退光了。对，这个小旗啊，只靠他了。对啊，所以我说他会是一个流派啊。你是不是忘记我们的雪人大王了？超强，对，我们的雪人大王723，我现在已经给他封为一个叫做极地亚瑟皇。极地亚瑟，极地亚瑟，合理。拉一排，然后再下一回扒一波卡赫。哦。天天过年，我亚瑟王拉一排，我都不一定接得到空船长了。你跟我说接巴一波卡二，合理讲，真的是讲干话、欸。这两个 ，OK， 好，好了，那这张牌应该就会是一个到时候的全新的主流啦，全新的主流。那怎么样搭配，还是要看我们未来的构筑如何。那目前就是我还是觉得他打七是回合结束，所以不会真的这么夸张。没错，对，不会真的这么夸张。那就再来研发看看。是，好的。那么下一张牌是我们的龙甲，龙甲大剑师哦，龙族的职业牌，33体质入场曲。如果觉醒状态已发动，则会获得+1/+1与必杀的效果。所以他是有机会变成334必杀。对，可是很简单，
你不能动的必杀就其实不能动必杀就没有用，除非今天有个东西叫做觉醒之月，然后打下去宠物全部都变觉醒，而且那不可能，对啊。我突然听懂就是那个血红之月的样子，因为它要等一下，对，觉醒之月，然后你才能打这个，不然基本上这种东西没有什么用。因为龙族以之前有一张铜卡六费的，也是一样必杀这样，嗯，下去可是。对啊，我觉得真的，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对。哎，香港本巨联龙骑士，我觉得就算不管怎么样，先心之不死鸟也会带，也会带其他啦，对，不会以他为主。你不能动，你要转进化点还是麻烦。没有错，而加上我有很多像3322那个拿什么火龙剑那个，嗯哼，对，所以其实火龙剑啊，对，所以节奏会在他身上，不会在这张身上，没有错。没事啊，我相信。龙甲啊，大剑师应该会找到他的出路的。有啦，对啦，二皮，你什么都反正什么都先塞到二皮，绝对没有错啦。你好夸张哦！反正指定不能用的是二皮。你们好夸张哦！二皮之后会有比赛呢。哎，你们真的好夸张哦！二皮也是要练的。对啊，也是哦。对啊，你二皮二选一达人呢？你拿到了？我早就有了，好不好？少抽嘞。等一下，也有了。二选一达人，我头好痛哦。我走。有一个勿忘什么几月几日啊？痛好痛！这个二选一，没，我们下一张，下一张。头好痛，你突然让我头好痛，不提，不提，头痛莫再提，好，莫再提，莫再提，好好。那来看下一张，这个我们的咒梦白龙哦。我以为你会讲错了，画梦白龙。可是当我是。你逼了是不是？我在期待他讲错。当你是可波仔、啊，可波仔，我怎么会跟两个可波仔一起上节目、啊？登能，好啦，我是我们这个咒梦白龙龙族的职业牌221的体质，羡慕取增加一张龙之卵的卡片到手牌中。哇，我们的龙终于开始下蛋了呢。对啊，我一直以为只有主教的御鸟使徒会让他的鸟下蛋，对，龙也会下蛋了，对。对，那这张牌其实我们等一下好像也会讨论到，就是那张法术龙，就是我们提到的法术龙，是的，十费的那张猩红，对对，那他会给你拿龙蛋，对不对？他龙蛋就是非从者嘛，对不对？对，就是算一次，真的。所以这张卡或许会因为围绕着那个，而且有一个龙卵，其实是一个蛮强的东西啊哈。Uh-huh. 在接下来龙族很多好用的生物都退掉之后，龙卵其实第一个它补血。他抽牌，他等于是压缩牌库，对，是他其实算是一个有点像是那个大锅炉的感觉，嗯哼，只是他无法触发，还要等觉醒。他是羡慕取给你，所以其实，在后面你能够那一费拿来做补费用的费用来丢。还有一个东西，嗯，懒龙有一个二费可以做补牌，龙之卵可以算补牌，懒龙他其实就有可能会放这个，有可能机会，合理，是的，好的，那么下一张牌是我们的屠龙勇者啊，龙族职业牌231的体质，入场取使一张手牌中的龙族卡变成龙之爪级，那我们来看一下龙之爪级的效果吧。龙之爪级是我们的四费的同卡法术，给予敌方的主战者或者一个敌方的从者3点伤害，那如果觉醒状态已发动，则会抽取一张牌。就是那个恶魔冲击波的龙族，然后觉醒可以抽一张。那我又想到一个东西，懒龙啊，懒龙四费这么高费有机会啊？没有，我221拿一张那个221，我本身我亏一点体质，但我拿一个恶魔冲击波，231吧，我记得是231221吧，这张231也太小了。刚刚那张是二一啊，上一张啊，二一啊，二三一太强了。哦，你说龙卵哦，我以为你说不是，我说这一张啊，屠龙勇者，对啊，屠龙勇士二一吧，231，不好意思，我看错了。你们两个到底，你们两个到底来干嘛的？等一下，命运抉择到手上，你们还不到场上，你们跟我说到手上，你们两个到底二三一哦，231好强，他攻击好高，好强哦，那你们两个到底是来干嘛的？那我懒龙我一定放。你们是比赛播太累了，一定放是不是？一定放，一定放，懒龙是一定放，是一定放。其实我觉得不错，这样超强。然后结场，这样是那个蓝少年的强化版。
蓝少女狼狼啊哦蓝蓝狼狼狼啊好蓝狼蓝蓝蓝哦蓝蓝蓝蓝蓝我知道你想他了我也好想哦好啦那所以这张牌你觉得在脸龙这一张没有没有一般的龙会放因为有那个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的传说对所以这张卡就是搭配但我觉得蓝龙蓝龙一定会放这个我觉得龙族在后面就是出会因为现在普遍龙族都跳废龙对但是后面我觉得因为等一下会介绍那张十岁龙我觉得 会有一个很新型的一个龙族的一个 构组会出来嗯哼就是不是跟你打跳飞好的就这样决定了交给你了新型龙族构组可是我这套一人一套 我要这套啦我要你走我超喜欢这个的马拉雅给我马拉雅给你好我要这个蓝龙好不好聊天室大家记得武士皇蓝龙那个龙蓝龙龙蛋蓝龙嘿蓝洞然后这个蓝蛋龙一次拥有两种享受哎，脸蛋龙合理，脸蛋龙好，你终究还是脱不离蛋这个字啊。OK， 好，那你就是马拉利亚啊。行，好，好，聊天室大家记得3月29号抽完卡包当天开台，谁没做哦就知道了。好，下一个，好，下一张卡，来，我们来我们的就我们要提到的这个龙族的猩红卡。林德沃姆啊，龙族职业牌10/10的体质。那如果这张卡片在手牌自己剩余的 PP 数为10哦，并且这张卡在并且自己在这场对战当中已使用的非从者卡，就是法术卡或者是护符卡哦，为10张以上，则会使这张卡片转变为命运抉择所指定的牌哦。对，那哦，它会变成这个圣龙林德沃姆，或者是邪龙林德沃姆。那我们直接来看圣龙林德沃姆的卡片效果吧。好的，是我们的圣龙林德沃姆10/10的体质，自己回合结束时会回复自己的主战者5点生命，并且抽取5张牌。哇哇哇！我还以为是那个时间神哎，狂抽啊，狂抽猛抽。对哦，那你觉得这张我们就凭这张，先不要看这一张，嗯，还好，就这张觉得还好。对，你补，如果你是补五，然后补10抽2。我觉得 OK， 补十基本上大拿一口，基本上稳了哦。但是补五有点少，然后你抽五，我不用抽那么多，我不用抽那么多。对，其实会选到这一张，应该基本上几乎都是在就是有点劣势，先手然后丢到快没牌的时候，因为其实这样它不能搭配那个魔海。对，还是十费，所以他只能他的前身就是他的林德沃姆前身。所以通常正常以跳费用体系。手牌这么多情况下去，绝对不是选这个状态，一定是另外一个状态。是的，对，这种状态都是通常是在比较快被压制的。对，还有一个是要说明，稍微说明一下，一定有观众在问说，哎，奇怪，为什么他的命运抉择都要说什么哦？你的卡片剩余几 PP， 而不就直接写10 PP 就好？因为哦，魔海会降费，可以降成零，所以那个林德沃姆它的标准形态是有可能出现在场上的。是，它不一定会变黑白龙两种，没错，它会被降费的。它会被降费，因为有魔海这种搭配卡，没有错。对，好的，那我们直接来看邪龙林德沃姆哦，那10/10体质本身带一个即时，这个从者可以无视守护的效果攻击主战，对敌方的主战者进行攻击，那这个从者无法攻击敌方的从者。他只能打头，哇，就只能打头。欸、这张牌我们平常都在讲快攻，快攻，要什么以艾丽卡来讲，就是说，哎、欸，艾丽卡有 bug， 怎么可以解怪？哇，对，今天不给哦，真的出了一个，不可以解怪哦、真的出了一个不给解怪的。你胶带贴住你他的主战者，哎，只要他可以解怪，你可以去回报，有问题。真的哇，真的是不能解、欸，不能解、啊、这张牌、欸。然后所以有一张叫做时光魔女的是。如果这张从者不会被破坏、哦，他就不会受到伤害。打下去零零哦，超头痛的，痛零。然后对，然后别人剩十血就林德嘞，林德嘞。你刚刚说什么？林德沃姆、哦，林德沃姆、哦，林打进零，林德嘞啊！哦，了解，有多气吗？很气，很气啊！对，那这张牌一出来之后，讨论度蛮高的，很强。有人会在想说，哎、欸，这张十字机怎么两张啪啪？是不是就斩了？可是先决条件是在于前面的要10张非从者牌，对，打过10张非从者。那后来那时候我有跟一些人在算，哎，十张我们就论现在的体系啦，好难哦。十张很难，现在的体系真的很难。对，是下版本好简单，很简单。而且我觉得他会挂一张，就一张就好。因为你要想的是，他只有打十。
他不是什么 OTK 什么白什么巨像直接打两次 OTK 这种，可是他打死完之后你还要想办法解他，不解完他等一下。但其实现在这个环境单解牌大家几乎都有，一定很简单。对，我可能下 LE 退的比较多，但是单解牌大家都还在，所以你要解他真的不是这么难。其实我想到一个东西。连龙啦，林德啦，对，因为没有，没有。其实我觉得你这样讲是有道理，真的连龙。其实这版本你会发现，现在龙族出来的新卡，它的命运抉择几乎都是护符跟法术卡，没有再给你用生物的，没错。然后我不太需要跳飞，我前面打好的节奏消一点卡，然后十飞刚好直接林德啦，然后就把它撞死了，撞下去零。你看，这块是你负责的、啊，我一定玩，我跟你讲，一定玩。可以，我曾经说过的是什么？龙王不是，我跟你讲，龙王的工作。我跟你讲，曾经、這個、你那时候说要练复仇者，我点进去你的台，看你输了三把就换了。你会不会这个组一组输个三把也换？那你这版本到底要练复仇者？要啊，练开练，练后来开练，我今天开练。他后来这版本、啊、新卡，一定节目出完再说。那个我婆哦，我介绍又你婆真的很输了啦，你婆这也是输了啦。然后这个我宠物哈，这么大只哦，看门龙，对，看门龙，我这么大只哦，你这邮差可能腿会被咬断，跟你讲，好恐怖、哦。所以你是那个巫师那张八四四还八五五喽，那个老头喽，对，老迈的魔导师，对，魔导师。哦，好，那其实这张就是一个到时候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搭配的牌啦，对对，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牌。这张牌是我们死灵法师的三倍银卡法术烧灵现象，烧灵，好烧哦，烧灵会召唤两个怨灵到场上，暴能强化40，给予自己的从者全体，这个从者消失时转变为被破坏的效果，所以他就是四倍的时候叫两张怨灵、打完头之后，那两张不是消失是破坏，会加两目。这个我当初看到这张卡，我快想想。不得了啊，不得了、啊！不错的鬼屋是烧灵强化哦，出来的撞你，我因为我是破坏，再出，再撞，还是破坏，出，可以全清，1+3+1+4，全场全清，野兽消失了，直接被什么？被烧灵给破坏了。嗯，因为我这一回合就是不是。哦，打四而已，因为你鬼屋生出来的不会有效果、啊，鬼屋生出来不会有那个、啊啊。你在说啥？你是怎样啊？你下无限，你是怎样啊？你也就下去，然后召唤两只。你们今天、你们两个今天真的是来雷的、欸。等一下，我刚刚只是提出一个想法，可不可以？不可以，所以。推翻啊！我们再重新讨论啊！这就是当初哦，阿基米德在洗澡的时候，我想到了，然后出去被打脸，又回去泡澡，然后再重新想，然后泡澡下去。你是不是今天播太累了啊？没有没有，今天那个思想构思大爆发，这个那个想法一直在喷，脑洞大开，我对脑洞大开，脑洞大开，把牛洞补起来。OK， 补一下，好补起来了。好。其实这张牌，那我们论它是非，其实它本身是一个法术会加一目，那两张怨灵死掉、还会再加一目，所以三对啦，是非三目还不错，然后可以有两个打点，嗯，还不错。其实好像不错，而且它可以搭配那个巴伊波卡赫，所以它可以当一个伤害，就是伤害啦。对，当初我就有想过各种的搭配，那这个在无限制的部分跟那个骨骸王可以做搭配，那在指定的部分可能要看一些。铺场的生物看要怎么去做搭配，但当然、一样会利用鬼屋，但不会像我刚刚说的无限 combo、我刚刚只是干话而已。对，对，比较可是这种还有那个一个322的那个少女，那个叫什么？鬼屋少女。对，我们俗称我们所谓俗称鬼屋少女也可以搭配这个，就是因为你就会一直出那个怨灵，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搭配怨灵的。怨灵流走一个怨灵流，而且还有一个。我的傻奶，对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没有错，对。好怀念哦，超怀念。最近打无限制有听到，好怀念。听到之后就怀念要死了，是，好怀念哦，头要炸了。然后会听到两个火箭起飞的声音，丢一个点头，一个点怪。好，大家都知道啊，大家都知道啊。好，那我们来看下一张牌哦，依然是我们死灵法师的牌。75的体质，反复无常的复活师，古灵精怪啊！好，
如果这张卡片在手上中，在手牌中，并且自己的牧场内卡片张数为六以上，则会发动入场曲死因数六，使一张命运抉择所指定的卡片到战场上。其实，先看一下这句的叙述。我后来一直在想，这张卡片的叙述为什么它特别标记一个，自己的牧场内卡片张数为六以上，是不是因为像是骸骨兽之类会加一幕，所以它你一定要有六只生物死掉之后，目的跟卡片是不一样的。对对，所以对，所以我说它是张数哦，它不是目，是张数。对，所以你要死六，所以 你要用过六张到目的，你要点开你的对战记录，然后看哦，好，六张，六张哦，对，你要使用过六张的卡片，然后还要死灵数六哦，还要死灵数六，使用六张差不多死灵数六，一定会，除非你有消到目，对，除非你有消破魂少女消到，是是。那他这个会使一张命运抉择所指定的卡片到战场上。那我们命运抉择会看到这个魔铠骑兵跟骸骨骑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魔铠骑兵的效果吧。那魔铠骑兵424的体质自带一个守护哦。你觉得这个强？还蛮强，就精灵管加少一些。强？还不错，还不错。六目一只哎，十二目两只哎。你不会有十二目的啦，现在死灵没有目那么夸张的啦，对啊，说不定之后可以这样叠啊，也是，烧灵啊，叠起来哦，烧灵，烧灵啊，怀念以前那个头心碎肉，然后咻咻咻，对啊，对，这就不错，我觉得这个不错，这就差不多啊，只目比较多而已，哦，消耗的目比较多，是的，好，那我们来看下一张牌是我们的骸骨骑兵，433的体质呢自带一个吸血，这个就强，好稀哦，对，很稀，而且死灵其实基本上大家都说，死灵没有补血，对，就因为那个千金只能补千金，然后因为在环境看快，其实也没有到现在没有那么看快，所以不会放千金。对，那这一个有吸血，它其实比起补血，它更有压力，因为它要一直吸着。如果印象没有错的话，好像那张75凡夫无常的进化。他的那个虫子是会跟着一起进化，是是的，没有错。好的，那么来看一下下一张牌，这个恒暗之枭，那是一个我们死灵法师的职业牌，332的体质，每当自己发动战送时，回复自己的主战者一点生命值。入场曲如果战送已发动，则会随机将一张死灵法师虫子由自己的牌库抽到手牌中抢。强哎，强、欸、就指定检索、啊、是，对，就猛，没道理弱啦，而且它检索的东西都是猛，对，是的。然后它的葬送只要发动，还回主战者生命，这个其实不用看，因为葬送的话，你就可以就现在目前就是五 PP 做，是的，是的，所以这张就是强。但是指定的话，它就指定检索就是强，合理。好的，那我们来看下一张牌，我们的死灵法师这一次的新红卡哦。永劫欲求者关德温、哦、我们关姐姐啊，645的体质，入场曲增加一张命运抉择所指定的卡片到手牌当中，那攻击师会回复自己的 PP 一点，永恒的命运抉择分别会拿到这个永恒的密钥跟这个刹那的剧毒哦，刹那剧毒哦，好，那哦，哎、欸，他攻击师会回自己一 PP， 哎、欸，五婆哎、欸，好啊、哦，攻击师会一 PP。对，所以他其实就是一个，他的六费打出去进化会变五。我要当薪水小偷。好，没有，所以他六费打，所以等于他是一张五费牌哎。对，对，然后他你还可以再打一个一哥布林，打一个一，哇，战神再下来陪他，哇强，而且真的很强，他真的很强。哦、uh-huh、哈，哇，我觉得这张卡，他就是张545啊。对，是545。我就超几乎是55，因为你进化的应该会交给他。他就跟奥兹一样，你一定要解，不然我就一直回 PP， 他很烦，是，他超烦的。好，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他的两张牌吧，分别是、第一张五费的法术永恒的密钥，那他会发动王者召唤师，就是关德温的效果。所以最快，因为他那张是六费打关德温嘛，所以七费最快就可以宙斯。是，哇，而且永恒密钥你可以拿两张，可以宙斯，唰唰。就是你可以在10费打一个这种 combo 哦，你说那就直接王者召唤
就好了。对啊，可是你可以七费这个密钥。对。然后如果你刚好拿到两张，比方说你六打，然后你七也打关德文，然后你八费密钥，九费密钥，十费王者召唤，唰唰。是。哇，你可以叫四只宙斯，刚好20点。突然觉得漂亮。然后手上有一堆宙斯。宙斯，一直宙斯。哇，七八九十全部都是宙斯。宙斯是攻击，以前在无限制是关德文跟我们古海王是一对一个 CP， 對现在是宙斯跟他已经又抽个夫人跟关老爷。新的 CP， 好，那我们来看他下一张牌啊，另外一张这个刹那的剧毒啊，一费的法术，给予一个敌方的从者2点伤害，如果葬送已发动，则会由原本的2点伤害转变成5点伤害，一费打二，还不错，一费打二本身就不错，然后如果有发动葬送，则会由原本转变成打五。非常强哦，对，当基本上六费就可以打，因为他有回一，他就是双解啊，关德文就是一个双解，对啊，他用双解牌再解一只，然后你手上因为基本上都会发动葬送，基本上你手牌一定有东西，所以你就可以发动葬送，他就可以变五，所以其实就是他有两张牌都是可以做选用的搭配，除了不能打头以外，其他都很完美啊，没有，他下一阵就可以召唤宙斯打头，因为可以，对，原本我要玩那个懒龙，但是我看到关德文。没有啊，没有，你是死灵玩家。哎，刚刚聊天室大家都请叫我通灵王啊！我跟你讲，出尔反尔会遭天谴的。没有，我有87个人格，我左边是龙，右边是死灵，后面是妖精，前面是复仇者，左青龙，右白虎啊！好，没有，剩下80个人格啊，继续讲啊！好，来，我讲完，先回家。OK， 好，来，那我们来看下一张牌哦。下一张牌，我们的梦魇恶魔吸血鬼的职业牌，311的体质，入场曲以及谢幕曲都会召唤一只丛林蝙蝠到战场上，所以他是311叫一只丛林蝙蝠死掉，再叫一只丛林蝙蝠，他就是333的干三，拆三次，对，那我觉得普通不错，快攻用，快攻吧，顶多，而且还可以搭配天国的阶梯，其实不错哎，我觉得不错，快攻使用几乎都是，我觉得不错，我觉得非常不错。好的，那我们来看下一张牌。这张牌是我们激愤的恶魔，激愤的恶魔，激愤，激屎，激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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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血鬼的职业牌，545的体质，攻击时给予敌方的从者全体与自己的主战者1点伤害。入场曲爆能强化7，获得+0+1的效果，并叠加一次上述攻击时的能力，就是会变成打二。七费的狂澜残枪手，对，可是他没有途径，对，他叫地进化，可他的体质，大家扣钱扣自己血，没有，他这个就是搭配复仇系啊，对，就复，因为那个骑士路被退掉了，所以在那个 A O E 的部分就需要他。其实邪鬼 A O E 很惨，对，很惨，除了巨大恶魔掌其实没什么太大的作用以外，太贵了。而且下去你也没，还有那个位、然后那个女帝她是巴哈姆特包，对，好像会被退掉。对，女帝先行女帝。还有六费的风暴啊，哦，六费的巨大鸡爪，没有吗？恶魔暴风，恶魔暴风还在。我以为你们说那个巨大恶魔爪，其实那个东西就是副作用很大，所以其实是血鬼现在还是缺良好的 AOE 啊。对，这 AOE 其实他每个版本都这样跟我说。然后皇家都没有在讲 A O E 了，对，他每个版本都这样跟我说。皇家 A O E 那么多，现在还有我们妖精也没有，妖精长枪手，精灵也没有 A O E 啊，精灵从我们精灵那个卡修贝亚，巨卡修贝亚都没有 A O E， 森林那不是 A O E， 那是随机的打点，那不是。心里在扯。好了，那我们来看下一张牌。这张牌是我们血之少女布拉啊，吸血鬼职业牌11的体质。如果这张卡，你们两个很烦、欸。如果这张卡片在手牌中，并且自己剩余的 PP 为5点以上，则会使这张卡片将其转变为命运抉择所指定卡。那分别会拿到圣洁少女布拉以及暗黑少女布拉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圣洁少女布拉的部分吧。圣洁少女，圣洁。圣洁少女，圣洁少女布拉的部分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圣洁少女布拉，535的体质自带一个守护，入场曲回复自己的主战者2点生命，超棒，超棒。你是说能力还是卡？还是都棒。对，而且刚刚那张布拉它是111，对，我们那个吸血鬼，你的一费没有东西了，终于有一个一费，我好感动，我终于不用再用哥布林了。对，虽然是，你是瞧不起战神是不是？没有啊。是、哦、对，但我还是都放、啊。它是一个灵活的一费，可以当一又可以当妹子，对对，非常。而且六费它能够打一个一加，
对，我觉得真的很好，这真的是一个不错。而且它就是一个类似那个绯色剑士，但它是一个守护，然后再回血。对，好，那我们来看下一张牌，暗黑少女布拉哦，无施设体质入场曲，给予全部自己的其他虫子加一加点效果，快攻体系在使用。他的黑丝袜战。我一费我先拍他，然后我先拿这个暗黑少女，然后二三四，然后五费下去。有没有想过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封神？就是这样，对，就这样以前的快戏就是用它。而且重点是以前封神我还要等着抽，我这个抽到这个布拉，我就可以确定我五费我有节奏了。对，我只要做好二三四，然后三费我还有那张三一。三一，对。三一类似头骨戒指，它就啪就分开了。然后你看我那个零费那个。蝠虫一堆蝙蝠，哇！我觉得非常的不错，有可以有机会，对，非常的不错。你有什么意见吗？你觉得不好吗？总觉得你刚好像某个地方讲错，但我突然脑袋一时卡住，我讲错什么？突然脑袋一时卡住，但好像某个地方不太对。我相信聊天室应该找得出答案。我们等等，如果看到聊天室帮我解答我哪里卡住好了。好，那我们直接看下一张牌，下一张牌。啊，我们的银锁的使徒吸血鬼职业牌二二的体质入场曲，如果复仇状态已经发动，则会给予双方的主战者一点伤害，随机给予一个敌方的从者两点伤害哦。是，说，还好，我问问他来干嘛的？还好，哎，不过不错，他就是一个二费可以做随机解的，就比起你现在复仇吸，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会放那个莉莉耶尔？那我觉得放他没毛病吧，对不对？他哦，对啊。啊，顺带提一下，刚刚啊，那一张是五费命运抉择指定，他不是一费下去拿。哦，对啊。所以五以上，他是变啊，他、哦、是变啊，对啊。是，我刚才是脑袋突然卡住，不好意思，累了。哦，对啊，他就是勇于承认过错。对啊，好险我没有菜，好险我没菜。你就菜包，你刚刚讲错一堆，讲错一堆菜包，少女现象就直接爆了你。还跟我说姐妹绿野兽，不，罚你再演一次那个那张六五五，那张人猿，人猿，蛋挞人不要，蛋挞人，人猿，我靠，没有没有玩的，好爽啊！好了，那我们来看下一张牌是我们的死莲修女主教的职业牌。二二的体质在敌方的回合中会获得必杀的效果。喂，哇，好强哦！在敌方回合获得必杀，很强啊！之前有一张一样的三费，然后一样在别人回合我有必杀。可这张二费，这张很强哎，因为主教有一张是二二二给予自己的一个生物守护，很强哎。二费打这个，你先手打，然后三费再给他守护，然后这个直接去走脸。别人就要来接你第三呢、欸，其实也还好。没有啊，哑口无言了。有理无私是不是就不能了？啊，对不对？不能连碰都不能碰，是不是？很强呢，很强呢。好，希望有一天我的主教构筑会看到你放进去啊。我不玩主教的。呵好了，那我们来看下一张啊，下一张是我们的宝石巫女，依然是我们的主教职业牌。哦，二一二的体质入场曲增加一张命运抉择所指定的卡片到手牌当中，那分别会拿到我们的白灿钻石以及我们的黑曜钻石。哎，这张卡图的画风是不是特别不一样啊？黑 no， 你是黑 no， 没有啦，看到钻石我就特别兴奋。哦，好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白灿钻石的效果吧。一费的护符倒数二，谢幕曲抽二。很强呢、欸，很像那个了，有那个叫什么咏唱，就是主教的一张卡，以前的一张，叫做神圣奇缘，对，神圣奇缘，对，但是他的倒数少了一回合，对，少一回合，是很强呢、欸，但他不能一费派，对啊，可是他还是强啊，还是抢了一张卡，很强，好了解，那我们来看黑曜钻石啊，一样是一费的护符倒数二，谢幕曲给予敌方的主战者两点伤害，并且回复自己的主战者两点生命。还不错呢、欸，我想要来个打头叫，我排一排黑曜石，冲冲冲，哇！然后补两滴，对，还不错呢、欸、啊、哦，有吗？还行啊，好好哦，好好哦，那你说呢？我们进一张下一张牌。哦，我们的天湖之色，我们的我们皇家大爱分给这个主教的这个能力啊，哦，
主教职业四费的金卡护符、哦、每当发动回复自己的主战者或自己的从者能力时，如果敌方战场上有从者，则会随机给予一个敌方从者两点伤害；如果敌方的战场上没有从者，则会给予则会把这伤害给予敌方的主战者。哇，哇，这个大舌头，这个大舌头，大舌头，大岩蛇，后面是大岩蛇，对，我们的天湖的大岩蛇。尝尝我的大岩蛇吧，大岩蛇，然后拍一下这护符，讲了就回不去了，你真的不要。尝尝我的巨蛇加农炮，讲了就、哦、不是、哦、讲能力啦、哦，你在说什么啦、哦哦、反正就是它就是一个那个炮，就是那个资源炮级的概念。其实在这版本好多都能开炮了，除了皇家之后，继皇家之后，现在开炮，主教能开炮，另外职业是什么？复仇者，这之后会讲到。对，那其实只剩那个精灵还有龙不能了啦。对。龙、啊、语言主义动词也算了啦，哦对，也算，对，算了，那只剩那个精灵啦，我精灵卡修 ，biu biu biu， 那个不能打脸不算啦，打脸是八 D， 又不能打脸，你什么都不算，你这样精灵护航者是不要啦，你是谁啊？你是不是八福精灵啦？你是这个脸皮撕开是阿 U 啊？八福精灵啦，哦，这人真的很怪哎、欸。好了，我们来看下一张牌。是我们的神之盾布罗蒂亚、哦、主教的红卡，85的体质，自带一个守护。入场曲这个对战中给予自己的主战者，如果自己的战场上有护符，则自己主战者受到5以上的伤害，则会转变为4效果啊。那主战者无法重复叠加此效果。罗兰呢？嗯、可是他只有对主战者，对，所以你的生物没有用。然后85的盾其实。你天耀战旗都快被打穿了，85盾是啊，可是他可以防一些 OTK， 像是那个刚刚那个林德龙哦、就是那個。那其实我当、那個、我这张牌一出，他常常有护符啊。不，我想到是因为其实主教护符一定有，一定基本上都会有，基本上一定有。所以你假设八费拍这张，你九费天耀香耀盾甲下去之后。你就不用怕对手你，你就比拳头大啊！看谁拳头，我一拳十滴，你一拳四滴耶！對反正我没有啊，别人拍罗兰啊，然后大家都在打四护打四四四，以后这个游戏打头就没有那个震动特效，就是四四四。哎、欸，你能猜罗兰他不行啊，你要猜主战者。哎、欸，那个打七的那张瞬间，刚刚那张十五费打七、哦，瞬间四四四。打七就结束，二十寸才不二十寸，五寸才能结束。看来现在大家都在比硬的，对不对？你看复仇者有什么虚数装置？哦，是不是33333？每个人都在比硬的。可是这张比较强，原因是它是直接给主战者效果，对。但是你们刚刚提到全部都是场上护符，对，或者是有回合数限制，对，被拆掉，没错，拆掉你就没效果。是。没错，我觉得这样不错。哎，他自己本身守护，我觉得真的不错，真的不错。OK， 那卡片也不错，好，我们看下一张是我们的博士的史学家，复仇者职业牌22的体质，入场曲增加一张金奥的创造物的卡片到牌堆当中。那进化时会随机将一张创造物卡片由自己的牌堆加入到手牌。哦，就除了伊卡洛斯之外，又对，因为我们原本它的进化效果是伊卡洛斯会有这个效果，那现在有多了这张博士的史学家。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金奥的创造物的。效果是什么吧？对，博士效果，博士效果、他就是博士啊，博士效果啊、那金奥的创造物的本身是一个755的体质，谢幕曲自下一个回合开始时会召唤同一个，就是同一只回到场上，有点类似我们以前决斗哥855对莫迪凯的感觉，所以我一定要叫我要这张跑车，不是，可是你要想的是一件事，它是回合开始时叫起来，对，所以不会动，不会动，不会动，对，那可是如果你有打一个加速装置。他就会动，他会变成途径。对对，然后他就在，我就叫他跑车，因为他会动，然后就博士效果跑车啊。好的啊，所以硬要要塞这个梗，你很累，不累吗？你让我已经快没声音了，我真的我一定要哦。所以你是打算就要组跑车跑车复仇跑车仇者吗？再看看啦。这个人真的都讲干话。好的，你讲了一堆，然后都梦想包，想一堆梦想，但做不出来。人要有梦想，不然就实践，不然就会变成那个啪啪啪啪啪哦，咸鱼在椅子上那个啪啪啪啪啪啪啪，合理。好，那我们来看下一张牌哦，这张牌。废弃物、哦、我们复仇者的职业牌哦，三月的体质，入场曲以及谢幕曲会增加一张玄师傀儡到卡牌中，哎，手牌中，入场跟谢幕，其实我觉得他的
定位有点跟那个花样玩偶有点重叠到，而且它长得有点恐怖。对，我是谁？我在哪里？对，它好处是它下来它就有一个一点打点，能够对，能够做换兑换。对，那花样玩偶的体积跟一样，但是它少一费，对，所以就是两个可以去做抉择啦。那三费的部分，我比较想要画皮。Uh-huh. 我个人应该是画笔跟这个都会放，对对对，未来在走这个傀儡走的话，怎么聊天室有人说长得有点像小蓝，这个有心结啊 ？OK， 不是我说，也不是我说的哦，观众说的哦，不是我们说的哦。好，那我们来看下一张牌哦，下一张牌是我们的魔晶加农炮哦，加农炮哇，复仇者接牌，四费的护符，每当原始消费为三以上的创造物，从者进入自己的战场时。如果敌方的战场上有虫者，则会随机给予一个敌方的虫者三点伤害。如果敌方战场上没有虫者，则会将伤害给予敌方主战者。哎，刚刚那张金奥的创造物，对，是三以上，是三以上，所以他每回的重生啪就打三哎。对，但是我个人比较会搭配那个神秘或者是绚烂比较好搭配。对、嗯、对，那这个他魔晶加农炮，他是只固定的打三。它不像炮击，而且对炮击是会随着那个。对，你有发现炮击这一次这版本炮击就四费，对，因为皇家是五费，可没有，因为皇家伤害比较高，就那炮击，因为它是看攻击，对，而且其实在四费不一定好，因为你有卡到后手进化回来，先手会比较有优势，先手比较有优势没有错，对。哦，那这张牌或许之后有机会来个 Pew Pew 复仇，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加农炮复仇者是。好的，那我们来看下一张牌是我们的杀戮人偶加维哦，复仇者的职业牌，74的体质，入场曲召唤一个维多利亚到战场上，进化时给予一个自己的维多利亚，这个虫者在一回合中可以攻击两次，哇，哇又分身效果了，我的天，这一个很猛哦，我好喜欢维多利亚。Victoria， 所以他会744然后交一张维多利亚，那如果你再交进化点，这张维多利亚就可以啪啪的，而且你进化自己还能打。可是维多利亚它本身带途径嘛，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来，那我们来看一下维多利亚效果。哦，有它维多利亚途径，所以它可以哦两维多利亚打两次，可是它只有一血。就是看一下攻击时若对虫者进攻击，在计算伤害之前攻击。哦，就类似金鸟会先打这个伤害。哦，我可以免费白换两只，然后我的那只四四它进化还能再打，所以我可以换三只。对。很强呢、欸，我好喜欢这张卡片。很强呢、欸，卡片好漂亮，真的是很棒。这张卡会是可是老实讲，七费就以我们现在复仇者降神体系来说，哦，其实你七费自己就可以解完这根本不需要。这张你刚刚是不是有看到那个？是不是人偶？他超偶是，一定是在傀儡轴，在傀儡轴，一定会在傀儡轴。不，创造物比较创造物减伤能力那么高，根本不需要。对，有降神轴基本上不会用到，应该是傀儡轴在用。啊，所以你要。哎，怎么什么都推给我，什么都先问我，我就提他，你们那时候推给我，我是黄哎，玩就对了，玩就对了。我会想着煮啊，因为维多利亚其实蛮很强呢。好，那我们来看下一张牌哦，下一张牌是我们境界线的恶魔复仇者职业牌332的体质，入场曲增加一张命运抉择所指定的卡片到手牌中，分别会拿到光之剑以及暗之剑哦。哇，这张好正哦。超正，而且他可以给你两把剑，你掉的是这一把光之剑还是暗之剑？不，我掉的是这把。没有，我掉的是你的 line 哦。哎呦，这招学太老套了吧！旁边都不敢讲话了。老板，我要加点，你要加点什么？我要你的 line。对，蛮老套，老套，老套。你们两个就是这样才撩不到妹，真的是哦。好了，没有啊。下次可以不要请这个，下次不要请这个，带走，带走，滚，没事没事没事，看看，好，冷静冷静，好，入场去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光之剑效果好了。好，光之剑一费的金卡法术，给予一个自己的敌方从者减二加二与守护的效果。自己或敌方从者减二或加二。他给敌方从者要干嘛？很强，没有，给他减二，减二，你攻击力二变零，直接。白换哇，很强呢，哎，很强呢，很强呢，还不错，还不错，真的还不错，很强。嗯，好，那么看它暗之剑效果，暗之剑哦，这个蓝黑哦，不是暗之剑，这个一费金卡法术给予一个自己或敌方从者加二加点效果，使该从者失去所有能力。这好像是 SV 第一张。消能力的牌，对对，这一张超强，这会美女的时候我给你加，不会被必杀啊，
对不对？对对，就直接把它消能力，然后把它必杀掉。像那个维多利亚就可以直接去，哎，撞撞就有那个伤害了。哦吼，哦，就会打先打三。对对对对对，了解。对，其实就是哦，第一次这张卡其实很强，是才一费，对，很强，很强，很强，这个真的很厉害。对，那哦，我们的最强。这突然又可以聊到这个矛与盾的大对决，是最强之盾天耀盾甲跟最强之剑暗之剑，不用想了，天耀盾甲是无敌的，他就无敌的，我知道，我只是要跟不懂的人讲一下哦，矛与盾的对决啊，还是会有一方胜的，对对，他的前提就是不受任何能力啊，是时间会证明天盾一定行，对，那请问他那个死亡音效是路来？以后嘛，没有让再让你们幻想，你再过兴奋，过几个版本，或者是可能天盾掉到场外去，说不定有机会。哦，哎呦，有没有？合理。有人是天盾控，他就很喜欢听他的各种语音，还是要录一下。好，那我们来看下一张牌，下一张牌是我们的抹灭之物复仇者职业牌764的体质，每当发动增加卡片到自己的牌堆中的能力，则会随机使一个敌方的从者或一个敌方的护符消失哦。来，这张牌觉得怎样？很普通呢。很普通，他的费用太高了，对，费用太高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将那个就搭一个消，就是一定要十费，就是搭一定是超过七费以上才能做，嗯，是，对，对，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要说抹灭之物，然后生命量才消一张，然后再可能再搭一个什么戒指，然后再把它塞回去，再消一张这样，类似这样，然后再搭一个创造书再消一张，就是、你变成说你要的组件太多，不像其他的拆一张护符拆一张卡要的组件很少。单张卡就只能说你要的这个配合太多，其实就讲一个很简单的那个创造轴的复仇者是最容易塞东西进去，但创造者因为有机器降神，然后假如说途径根本就不需要这张，我什么都解得掉，美女说我就解得掉，除了护符解不掉，对，除了护符，那护符你可以带堕天或之类的去做抗衡嘛。而且这张牌有一个是它是增加卡片到自己的牌堆中会发动能力，所以不是说哦你假设像生命量场会塞三张，不是发动三次，对，是它发动一次，而且它是增加卡片，对对对，所以它不会因为哦我是一次塞三张就打三次这个效果，它是哦这一次我做一次这个动作，所以发动一次，对，就一次，对，其实所以要这点是要，然后体质也不是略亏，是很亏，很亏，嗜血太亏了，嗜血太亏，攻击太高，不是我们需要的。是好的，那么以上的就是我们这一次新卡讲解，差不多到一个段落了。那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冷煞陪我们一起感谢度过这个新卡讲解。虽然有点想下一周把它换掉，不是现在就把它换掉吧。我们先等，我们等一下直接请他退场。好，反正没大事了。对啊，你可以走了。好。我们今天这个桥段就到这边了，因为刚刚那个心结已经结起来，所以你等一下自己回去。没有了，没有了，因为我们下一趴的部分，对，下一趴部分是因为冷煞没有参与到，对，所以比较尴尬一点。那我们在这边谢谢冷煞陪我们这一个小时。第二，重新，我们要谢谢冷煞。退场没有的，不管，我们要壮烈退场。好 ，OK， 好，还要自己搬椅子，好落魄，超落魄。好了，那么最后还是要到我们的这个牌组介绍了。是的，对，那我们就直接，因为时间不多，我们就赶快来吧。时间不多了，我们出绝招，直接出绝招，来，我们的八套套牌来，第一套是我们的精灵。对，那我们今天的精灵介绍，我们这周介绍是指定模式。对，指定模式的爬分套牌，那其实已经在我们的改版前的最后一周了，所以我们今天介绍的套牌基本上比较跟之前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也是在最近天梯来说比较热门，然后有加一些微调的一些牌组这样子。嗯、好，那我们现在看第一副这个精灵的部分。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直接跟你讲这个是。我们的天梯排行榜我们的台湾玩家某个知名天梯玩家雪坚他最喜欢玩的套牌我们的快腰那这一套其实在天梯之前我有看到前几名的有在玩这套套牌，然后当时我看到这套牌，我就一看到这就是部落的代表，那个人脱下外套，你看到手臂都有那个刺青的那个部落的那种印记，有没有？你哪里来的？我是部落来的。对，那这套其实就是我们的快腰的部分。那快腰部分在天梯它的刷分很
快，然后它的稳定性也没有到太低，它很容易去那个很容易去铺场，不会去卡场这样子。OK。好、哦，不容易卡手。我刚刚怎么说卡场？我刚刚你好像讲的好了。Okay, 哦、那么刚刚介绍完，紧接着、哦、之前一直大家我一直叫我介绍的炮击皇、哦，是的，我们这次就可以直接来介绍一下。那这套炮击皇就是当时十八连胜那一套炮击皇做微调，加入了两张的这个乌列尔。乌列尔两张乌列尔，你在干嘛啦？没有干嘛，没有。不要学我好不好？加入两张乌列尔来增加这个炮击的上手率啦。那这个炮击上手率就是其实这套套牌就是我们小蓝带去打比赛的同一套，一起修改出来的。嘿，你干嘛啦？没有，你是想到了蓝将了是不是？没有，没事没事。对、啊、对, 对。那这套套牌其实对于打如果现在环境，其实最近天梯主教有开始变多。有对，那其实这套在打主教后手的部分是蛮优秀的，对，所以我觉得这套如果你那个区间主教多是可以进行一个抓分的，是的。对，那这套牌可能比较怕的会是我们的中速死灵，对，所以如果在面对到中速死灵的话，这套或许不是这么优秀，所以会依照自己的区间来选择做这套的使用、哦、没错，是的、好的，那我们下一套介绍的是我们巫师伊莎贝尔的部分哦。哇，这个贼猛的，我就直接先介绍我们的二费为什么要放关心魔女，因为要搭配我们三费的被封印的禁被唤醒的禁忌。那被唤醒的禁忌在这一个版本，它是一个超级难解的体质，是，所以它其实在土法的部分，它是可以进行一个打头的动作，它其实非常适合在土法的三费的节奏放入这张生物。那它基本上它是前面做一个快图，那在最后一部分挂入一张白银剑巨像做一个最后的收尾。那白银剑巨像本身带守护，所以在八费下去你还可以挡住一波的攻势，不管是无魔龙或什么的，然后将自己的手牌变成法术。其实整套来说，基本上是一个快图加入白银剑巨像，是，然后还有加入快乐小猪，就只是补二费的节奏，有的会放圣宫天使地耶尔，这边是可以去做修改的这样子。了解，好的， 那么这一套介绍到这里，下一套我们要介绍的是我们的龙族的部分。那龙族之前一直都介绍脸龙，以及这个无魔龙。那其实最近峡谷龙有回来的趋势，就连今天我们瑞局大赛也有选手是直接带峡谷龙。对，峡谷龙。对，那其实峡谷龙在现在的环境就是它会，毕竟还是叫一只五五的生物，一直战场。对对，它还是比较稳定，就相对于无魔来说，因为你无魔拍下来，你的中立生物拍下来就是拜拜，拜拜，拜拜。如果它一直什么回血加盾。其实你很容易打到牌杆。然后当初在天梯的部分，他有放那个乌洛布罗斯。当初其实我用我当初在就是刚开始开放这一版本，我爬上剧院是用这一套，几乎99%相似。几乎九对。然后现在绕了一大圈，后来回来又回来、怎么又回到这一套？是是是。对最近其实天梯上，如果你遇到对面龙拍这个峡谷，基本上大多都是这一套。没有错。对，那这套就是比起无魔龙来说，相对稳定度高一些。对。来推荐大家做稳定的爬分使用、是、是的。好的，那么紧接着下一套是我们死灵法师的部分。那其实死灵法师。老实讲啦，介绍来介绍去就是中速死灵，对，因为中速死灵在这个环境就是一个很稳定的套牌，是的，上下限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它就是一个很中间，很中间。但在这次的日本瑞局大赛，超多选手，超多，好像将近一半都有带，应该是出场率最高的牌子，对，巫师跟死灵，对，差不多了，对，那这就是在这边中速死灵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套牌，那就是打一个节奏的中速死灵，而且它在面对大家可能。肆虐天梯的桃子生物法，其实它也是有办法做抗衡的。对，重点在于粘场。还有它的这边有放这个十咒忠诚，也是我的蛮山活尸搭十咒，我可以直接解掉桃子的场面。没错，对对。那这不是随机破坏，这个是指定破坏。是，所以它这一套是有放十咒之忠诚的，然后来可以很有效的解掉桃子生物法的大怪是的，对，所以在这边挂落一张。那死灵法师差不多就这样，因为他真的每一周介绍的概念打法是差不多的。对，顶多就是三费的生物的替换，就是微调几张。那其实我们今天在瑞举比赛有提到，就是三费最近生物换来换去，有纯真，有巴斯蒂，有哥布林帝王，其实都有加入构筑的可能性，就看你的配置如何哦。没错。好，下一套是我们的吸血鬼，吸血鬼。那这一套吸血鬼其实就是标准的复仇吸。标准的复仇吸，但是它比较特别是标准的复仇吸75。那因为在最近天梯死灵大发生，因为日本那边的比赛还有 EU 那边的比赛都有带死灵的套牌，那其实天梯很多选手都去
去参考这个比赛的死灵、嗯。那其实所以先贤女帝在对上死灵的时候，他很有效的第一个降直接把你扫场，第二个还可以打你的脸。嗯，对，所以他其实是非常适合做这个环境中去扫场的一个动作。那其实你复仇息你也不可能带空天走，所以你要扫二，你只能靠这个先贤女帝。对，所以是一个蛮有想法的构筑。那先贤女帝在下一版本巴哈姆特包会被退掉，所以他其实只剩这个版本可以使用，但是在目前的环境来说非常值得参考。了解，好的，那么下一套是我们主教的部分。那这套主教啊、我相信聊天室哦、平常有在看天梯实有在看实况，应该不陌生。是，是我们最近有一个知名的实况主达先生啊、退役军人，对，退役军人，蛮喜欢的一套主教中速主教。是，那他的概念是源自于美国那边大赛的冠军牌组所拿出来做修改时候使用的中速主教、我已经看到聊天室刷起来俗称的 low B 教、俗称的 low B 教。对，那其实这一套有放入我们这个铁马骑士杜拉汉。那铁马骑士杜拉汉在之前有一次我们就有介绍过类似的套牌了。是，对，那其实最近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天梯遇到的中速教真的有多，真的有天马骑士一堆耶。而且其实在那个数据，我虽然不知道那个可不可参考、但是数据好像主教的胜率很高，超高，超级高。你知道过多少吗？我过70%。是过，对啊，因为我有我的粉丝专业有人贴私讯给我，也是解主教胜率过70%。主教因为他的现环境没有人在防他，对，所以他出来你就打不赢不知道为什么就打不赢。是，真的是打不赢。对，我就后手光头，然后小骑兵，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你就输了。是，那这套也是蛮推荐给各位做使用，想玩这个主教套牌，因为其实主教在天梯上面已经沉寂很久一段时间了。对。对，所以在这边也是推荐各位做使用。那相关更详细的打法不要说我对他不好，可以去参考他的实况打法。嗯、对，强行搜寻 low 比较。好的，那么下一套是我们的复仇者伊昂的套牌。那对，那这套复仇者它里面比较特别，它加入的虚数装置其实是在针对无魔龙的部分，还有控腰的白狼巨像也很难做到伤。虚数装置可以让伤害降到3啊，基本上3跟4是一个分界点。然后在五费的部分比较特别，它加入了异界传送啊，异界传送其实是一个在针对大怪，所以也是针对无魔龙或野兽之类的。所以这一套其实打那个精灵跟龙的部分都有占一点小便宜。对，然后所以这套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我们的降神，然后哈克拉比，然后有挂兽人、然后我们的这个那个铁杖机械士有加入了一堆神秘创造物，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盾、它中期的盾比较多。其实这个版本我在天梯上遇到，因为复仇者开始越来越多，是，其实它大家开始都开始放这个323了。对，我突然觉得好强哦，这个守护很烦，我每次九费阿尔贝尔要斩的时候，我从来就不怕什么绚烂打我头，我怕是他不让我打他。对对对，真的，这是真的。对，然后就被控住了，这是真的。所以其实最近我在天梯上遇到复仇者，一直加这个，哇，好烦哦，超烦。我分数被挡下来都是因为他，对，真的很强，真的很强，对。所以这样子，复仇者其实在这环境中，他的卡片就这一些。但是你会发现他的构筑在三费部分，我们舍弃了那个肉球炮弹手，肉球，这个就是一个环境的转变，是。然后加上虚数装置，加上异界传送，这就是一个在对抗环境，在天梯你要适应你要你分数要上去，你必须要做的改变。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改一张牌有差吗？那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改这张牌，让你真的有很多对局变得好打。对对，这真的有差，绝对。他今天为什么天梯上那前几百的为什么会一直改牌？对，就是因为改了这张牌真的有差。对，像最近那个天梯第一升起死安人，他将他脸龙的最后的一些斩杀手段换掉，他换一张，换那个阿吉。阿吉，对对，最近换成阿吉塔哈卡，那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变动。对，原本是挂乌罗波罗斯。对、那因为阿吉塔哈卡他在后手的部分，如果前期进来可以降到七费，七费的六攻击是非常，通常是七费八费左右。对，所以有时候后手还可以留哦。然后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想法，是那也是大家可以去参考。好的，好的。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简单介绍这八副套牌哦。那基本上这八副套牌我们都有实际玩过。那没错。更详细的打法也可以参考我们的实况台。那在最后节目尾声的部分，那如果大家喜欢本次的影片，记得帮我们的官方粉丝专页按个赞，以及我们官方的 YouTube 频道按个订阅。那这一期的这个影片都会放到我们这个官方的粉丝YouTube 频道，没有错啦。那详情可以去做收看。
好的，那么刚刚是提到节目尾声了。对，节目尾声，我就先加个结论，今天的出的新卡全部都很强呢，真的很强。所以你决定，什么叫？不，你是我主打脸龙嘛，脸龙龙死。没有，只有一个，一定要玩的。龙，好龙，龙王。然后我是这个，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武士皇。可是我好喜欢关德文哦。不行，来不及了。好啦，龙啦，龙。黄，冷煞是马纳利亚。马纳利亚法。好 ，OK。OK， 好。那记得如果有兴趣收看三位实况组掉分的，不，收看三位实况组玩这个最新第八弹卡包的，记得准时去收看哦。没错，对。好，那在最后就差不多今天节目告一段落。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蛋蛋，我是暗影干话他超级多的诸葛亮。好，我们下一周改版前夕再见，拜拜。Bye bye。Shadow Birth。 それは始まりにして終わり、光と闇が重なり合う時、運命はその姿を現す。無くなる者よ、覚悟せよ。歩むべき道は二つに一つ、希望に準じるか、絶望に従うか。決断の日には吹き抜ける風さえ分かたれて、あるいは純白、あるいは漆黒へと塗り変わる。慈愛の笑み、厳かなる眼光、相克する意志は相入れぬ定めとなり、騒乱の幕が切って落とされる。今、選択の時は来た。輝きの果て、深淵の最中で、君だけの運命を掴み取れ。シャドーバース新カードパック、ドーンブレイクナイトエッジ、起源の光終焉の闇、選ぶのは君だ。